你想在 iPad 平板电脑上一边滑 Facebook 一边浏览网页吗？或是一边滑 Facebook 一边看 YouTube 影片呢？现在可以办到了。首先将你的 iPad 更新到 iPadOS 以上系统，也就是所谓的 iOS 13.0 以上系统，最好是可以更新到最新的 13.4.1 系统，然后到App Store 将 Facebook 更新到今天最新的 269.0 系统，这个最新版本已支援 iPad 的分割显示和多功处理。在确定你已经将 iPad 更新到最新的 iPadOS 系统后，和将 Facebook 更新到最新版后，如果你想要在 iPad 上同时浏览两个 App 的话，首先开启第一个 App， 然后在萤幕下方的中间往上滑出 Dock。如果你另外一个页面是要开启网页的话，按住这个 Safari， 然后往右边拖，好，然后就可以翻开。你现在就可以同时一边滑 Facebook， 然后一边浏览网页。如果你想要一边看 Facebook 一边看 YouTube 的话，看 YouTube 影片的话，一样是往下滑出 Dock， 然后按住 YouTube 往右边拖，然后放开。你这样就是一边是 Facebook， 一边是 YouTube， 你中间这边可以去调整它的比例都可以。常用手势操作。当你开启唤醒幕，脸部辨识解锁。